突然派上火焰，根本看不清楚寨底下什么情况。咱自卫队的弟兄们都被熏得都受不了了，打东站、东外枪声密集，经常举向着机枪了。土匪会有机关枪？少爷，情况不明，北寨和东寨的自卫队全发出枪械，天彪二中队发射了新闻情报，没有什么动静，咱弟兄们都去侦查过了，新闻一点动静都没有。 确定没有土匪的伏兵，看来土匪真的没有打算围攻西门。少爷，前寨是土匪进攻的重点，一定会有土匪人马，应该让秦彪二分队立刻从西门过来增援我。传令，东寨北寨三分队四分队原地坚守，绝不能让土匪共破寨门，让二分队的秦彪火速支援前寨。是，海军。 行吧，咱们可是主动把土匪放进了寨子。放心吧，我早就算计好了。这个街面是依山而建的斜坡，敌敌我高，这个地势利于咱们，不利于他们。再说了，这些土匪有狂妄自大，咱们的仓库里不有的是铜锣吗？我看行。快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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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石万家，明白，滚筒。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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